他是谁？这么感觉很不专业。这是米提斯的声音。失礼しました。番組の途中ではありますが、臨時ニュースをお伝えいたします。临时新闻报道。本日午後、クロスベル自治州で国家独立宣言が行われました。克洛斯贝尔自治州已经独立了。これは先の住民投票の結果を受けて、自治州政府が独断で行ったものであり、すでに帝国政府からはこの独立宣言を断固認めないとの声明が出されており、绝不承认呢，所以要打起来了。同自治州の領有権を主張するカルバード共和国の大統領府からも同様の声明が出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す。ですが、自治州代表のクロイス市長はクロスベル独立国という新たな国家名を同時に発表しており、国防軍なる軍隊の保持も宣言し、内外に緊張が走り始めています。这是独立哦，最终章开始哦，军官学校学院季，然后玩了这么久才最终章开始，这个是在闪心酸的吗？那我们前面玩的叫什么？第六章和第七章中间吗？23号来了，学院季第一天。学院生の皆さん、そして来場者の皆様方。大変長らくお待たせしました。大家久等了，开始了，学院季开始了。これより第127回トールズ士官学院学院祭を開催します。どうぞ心ゆくまで楽しんで、みんなで盛り上がってください。开门嘞！在里面逛街了，开幕了，所以七班的活动根本就不会赚钱，因为他们只有表演而已，也没收门票，也只唱一场，要怎么赢过其他方？这样感觉什么办吃吃喝喝的最赚钱呢？看来四班要赢了。那我们出场时间是在明天下午，今天一整天忘了舞台的事，好好享受学院季吧。我根本就不可能忘记啊，根本就不啊！对不起，我在想，也要有人帮忙社团活动。今天一整天都自由活动，去检查设备，回去时候结合一下吧，确定什么推进导力音乐的时间点，做好简单的调音吧。我知道了，擅长保养是什么？保养擅长的武器也是很重要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还真冷静了。明明克洛斯贝尔那边才发生了大新闻呢，克洛斯贝尔独立宣言吧，我们又不能做什么。虽然很在意，老实说没什么实在感。虽然有国防军，应该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而况且骄傲和独立是有实力才能迎来的。我想结果就先嘴上说要独立，然后马上就会回收吧。嗯，有道理。先不论如何，还是专心在学员机上面吧。各位客人也都很期待，特地来这里。也正是这样，正希望他们能玩得开心。我们的家人好像也会来。嗯，是有这么一回事。某种意义程度上应该也要自己好好享受吧。此之后我们彼此先忙了社团等等，先暂时解散。身为学生会的后备成员，我明明就是什么后备成员，我明明就是变成学生什么学什么准学生会长，对不对？准学生会长自己讲有没有？黎恩准学生会长前去巡逻学院记了巡视。今天就这样了，不用帮忙了。今天第一次的学院季，不好好玩可不行哦。我是会好好享受学院季啊，在空闲的时间帮忙而已。准学生会长黎恩，欸，好可疑啊！对了，这个得黎恩吧？什么东西？这是某种票券吗？学生会发行的，
送给所有参加的特点参加券哦。进去设施的时候，只要出示这个券，会有小小的服务。把它在今天用完吧。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哦，把它用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黎恩同学好像会把自己的事情排在后面。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能告诉我用起来感觉是什么？一张最多可两个人用，好好运用吧。真是敌不过哦，那我就感激地使用了。好好去玩吧。强迫我们用券欸，学生会备章，学生会参加券。关于学生会，可以邀请七班的伙伴和辅助角色进入学院内的展出活动。那时候会将消耗一张学院剧参加券，六张使用完毕就会进行主线剧情。所以我可以任意的选一个人跟我参加六项，还是要选六个人跟我参加六项？这是不是有点像羁绊啊？真麻烦，先存档。虽然我应该不会读档。噔噔噔噔噔，存档完。我应该是不会再读档了吧？完成。每一个角色要找一次以上，每个活动都可以参加一次以上，哦，所以我可以找很多人一起来参加就对了，好像不错。这些可以参加吗？玩得开心吗？各式各样是不是？请务必去看。我本来要参加你的活动的、欸。啊。哇，你们就在这里哦，欢迎呢、啊，不嫌弃的话也在替我介绍，不用没关系，你向来宾介绍哦，遵命，有需要帮跟我说。哎，这里哦，这个是二年二班的茶会，来啊，跟你参加，来，我要参加二年二班茶会，星光庭园展览演出，气氛非常好，请务必进去，要邀请谁哎？超多的欸，连沙拉教官都可以哦、喔，托王会长也可以，无视克洛，对啊，无视克洛，里面竟然哦，这个、喔、克洛无视啊，要选谁？先选艾略特，竟然排这么前面哦、喔，我们先选会长好不好？会长等我们票券，我们跟他来一起参加。请托王会长看看吧。用了 AX 约托完，两个人进入星光庭园参观。哇哦！哎呦，做的真的很棒哎！果然有星光的感觉，还有蝴蝶在飞，你们去哪里抓来的？好厉害哦！申请时有检查过，居然有如此的成果，完全不负星光庭园这个称号哎！不愧是贵族班级展现出来的，嗯，星空的表现方式也相当的认真，好像是启动深处的装置会变得更厉害哦。我们两个人去深处看看吧，一起去看看吧。哇，两个人，会长跟在我后面走欸，那我要推着会长走，会长你不用走，我推着你走，你不需要走，来，跟着我走太辛苦了，我就推着你，我们慢慢的往前。我们就在这边约会欸，好好享受这星光啊！会长，会长不用走，有没有很爽？啊！呜呼！走走走走走，我们正在推，我们正在推，我们到深处看看，等一下可以跟他们讲话吗？气氛非常棒呢，感觉可以进展到下一个阶段，恭喜你啊！我们继续走，喂，走，我走，我走，哦哦哦，其实这个小游戏还蛮好玩的，推会长小游戏。
欸，其实不容易欸，你以为推着会长走很容易哦？会长常常对不到欸，常常对不到，会长定格了，我们快要走到后面了，我们走，我们走，继续推，继续推。喂，哎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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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呜呜，推，我推，我推，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哇，好累啊，推，我推，我推，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哇，会长好轻松哦，快要逛完了，星光庭院。这里的背景音乐很好听，我以为是他们这里是坐下来喝咖啡之类的事情呢，想不到不是。这里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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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哦，前面还有人呢，老先生和老太太在赏星光，布置的好漂亮哦。快要看到他们了，老夫老妻就像我们这样，人形立牌。好啦，不推了啦，累了啦，跟着我走啦。会长总算活过来了，真是优雅，一直让人想待着。好，换你。总觉得让人想得起星光，这样就走完了，走一圈了。哎、欸，这里有什么事吗？哦，这里有一个，这个可以按这里。终于抵达了，难道是这个装置吗？好像是，启动看看吧。交给我吧，启动会不会爆炸啊？那投射出什么？哦，银河吗？可以参加后夜祭的对象哦，两次以上可以参加后夜祭哦，哦，非常漂亮的，超乎我的想象。不过还真是相当漂亮的星空呢，我很喜欢看星星。哦，是这样吗？因为受到爷爷的兴趣影响，处理学生会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我都会边走回去看，偶尔不小心就跌倒就是了。要小心脚下，要是会长受伤，对学员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啊！太夸张了啦。但是好怀念哦。我们也为了 Arx 导入实验做去了许多地方，也和小安和克洛同学他们常在大草上看过星星吧？啊，我也在诺尔德高原做过同样的事情。呵呵，这样啊，诺尔德高原的星空好像非常漂亮，总有一天也想去看看，到时候带着小安一起。一想起来，学姐他们也有很多回忆。要是因为什么原因七班少了某个人的话，不太愿意想象。抱歉，气氛好像变得阴沉了。哦，找两次或是羁绊舞就有后夜祭的机会哦，那我超多人可以耶。下次有足够的时间，要不要大家一起去看星星呢？我知道托利斯塔有一个地方很适合，好像不错，请务必让我参加。学姐已经击败了，大家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就这么决定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很期待能去的那一天呢。找马奇亚斯。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马奇亚斯嘞，两个人闲聊一番，离开教室，所以一张卷用完了，一张卷就这么用完了，好可惜哦。很漂亮的展出呢，很开心哦。差不多回去工作了，谢谢，再见。加深的羁绊，哎，没写，没写。连结多少？我现在有一二三四，我已经有四个人有后夜祭的资格了、欸。四个人有了，超快的，已经四个了。这里还有什么吗？你们是什么？东方茶屋，感觉好像不错哎、欸。东方茶屋。东方茶屋呀，东方风格十分悠闲，喝茶的好去处，要不要休息一下啊？要邀请谁嘞？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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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谁？哦，好难抉择哦。对不起，我处处留情，所以就好，我请飞，就请飞来，邀请飞看看吧。来哦，约飞出来，进入了东方茶屋呀。看来好像刚刚那个比较适合约会，这里还好。东方风格的装潢，我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气氛不错，好像可以点抹茶和茶点来享用。总之，坐下来找个空间吧，空位坐下来。好悠哉哦，这杯茶让有让人放松的味道，很平静啊。茶点也非常适合这个茶杯。嗯，好像有点困了，呵呵。我也不是不懂你的感觉，这悠闲的气氛，我好像有一点已经睡着了。那我找你来约会干嘛的？开玩笑的，哎，装死装，玩弄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休息哦。怎么了？也可以看表演？哦，双胞胎表演，这是维维和双胞胎戴琳呢，林黛。是的，你好，嘿呵，小飞和男朋友约会吗？还真是不能小看你啊！哎呀哎呀，好烦，好烦！伟伟真是的，不要捉弄人家。虽然有点突然，但要不要抽个签呢？所谓的抽签是向女神祈祷，并且占卜好运的东方文化，使用参加券的客人才有的服务哦。好像很有趣耶，那来抽抽看吧。那我们向伟伟展示中抽签，好，外开签。什么？我是可以占卜恋爱和契合度的结缘签，要抽哪一个签呢？抽什么开运签啊？当然抽结缘签呢。那个抽那个吗？有点在意上面写什么。好了，嗯，算了，那我也要这个。那我们马上开始抽吧，结缘签呢？哎呦，上面写什么？大胸。嗯，身旁的对象似乎如猫咪般很亲近你，温柔的守护，随心所欲的个性，因应着包容心，身旁应该有下意识包容你的对象，觉醒之后就是春天的到来。呜，丁飞，上面写的对象感觉好像是李恩。哎，这么一说内容也非常像飞耶。因为在林恩旁边总是有很安心的确是事实，是这样吗？嗯，要比喻的话就像是树荫下的长亭椅子中亭椅子啊，什么东西啊，中亭椅子，我就是像午睡一样的场所啊，好像很高兴，好像又有点可惜啊。没什么，下次有机会也和飞一起睡午觉吧。李恩怎么那么大胆啊，已经邀人一起睡觉了。嗯，李恩的话很欢迎哦。我的天哪，已经邀人一起睡觉了。然后把抽签绑在戏签架上，祈祷着未来的事情，便离开了教室。什么东西啊，哦哟，还有一段呢。哦，悠闲的休息，真的有点困了。人也很多，不可以在路边睡午觉哦。我会注意的。那么再一会见。嗯，再见。加深的羁绊，又是爆表的羁绊。哎，打钟了。为什么？已经是下午了，时间也过得太快吧。尖峰时刻得小心人潮。到商店适度的去填一下肚子也不错吧。我才去两个店就下午了，同一家店是不是可以去好几次？我不要这样浪费，我应该要去适时的观察一下其他店的。嗯，还有什么店？我看一下，二楼有店吗？哎，没有。二楼，哇，这个城堡，哎，城堡装潢，你们是什么店？莫妮卡。
什么东西？亚瓦隆之门，中世纪舞台，享受卡牌决斗。啊，卡牌大师要邀请谁呢？不要，不玩了吗？请务必再光临。我感觉好像很对不起他哎，可是我没有很想玩这个哎，怎么办？存档，等一下再读档好不好？存档，要保存。托我至军官学校存这个好了。对啊，记得存档。其实我不是很想玩这个，因为这个太吃运气了。都玩一下，够吗？那个券够玩吗？只有六个摊位可以逛，是不是？那就玩啊！来啊，来来来来，我来玩，我来玩，好不好？要邀请谁呢？邀请艾玛。哎，看看班长有没有空，都玩一下。约艾玛出来，进入了亚瓦隆之门。亚瓦隆，哟，卡牌比赛怎么感觉这么像赌场啊？搞得跟赌场一样，有没有？中世纪的气氛似乎营造的相当不错呢。这里面比赛卡牌似乎有很有气氛，也说不定。挑战卡牌大师有没有这样的对手？好像不是随时都能见得到一对一的对战吧？那就这么做吧。就我们两个人去对战哦，开始对战吧。李嫣同学，请多指教，一决胜负啊，班长。お手柔らかにお願いします。这么无聊哦。哎，这是什么烂牌啊？カードを引きましょう。こちらの先行ですね。烂牌。ボルトです。竟然垫我的牌、欸。ボルトです。ボルトです。他也太多垫牌了吧？那还有吗？再出五。哇！我天哪！这换我垫你可不可以？そうきましたか。他竟然恢复了、欸。我没有恢复牌，我们剩下那个什么四，我有四张，还有三张，那出一张二好了。同点、仕切り直しですね。あ、そちらの先行ですね。我天哪，为什么他可以有七？这太衰了吧！而且他。